姜母后家。有哦。姜母后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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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哦。加油吧，黑丸！加油吧，有香！加油吧，米茶！加油吧，蜜食！加油吧，金源牛肉面！加油吧，卡比亚 Tea and Coffee！ 加油吧，蒙甲鸡排！走喽走喽，出发喽！耶、yeah, ！我今天超兴奋的，谢谢 Ken 哥借我这么好的一台车，让我去采访这个活动哦。那今天呢、啊，我虽然很兴奋，但是我有点小紧张哎，因为平常都是 Ken 带我到处去跑，到处出去玩，我现在觉得没有安全感，所以呢，我今天决定带着小 Ken 跟我一起去。嗨，大家好 ，Ken 哥，有你在我身边，我就觉得好有安全感哦。那我刚刚啊去看了一下这个活动的消息哦，这活动真的超有创意的。那这次呢会有八大门派哦，大家都看过金庸的小说对不对？八大门派在温哥华华山论剑哦。那我们准备出发咯， Ken 哥你坐后面好不好？就这边要抱着我哦，抱紧紧哦，前胸要贴着后背哦。我们出发咯，拜拜拜。打给后我们是少林黑丸，那我是铁头功，那今天大力金刚腿不知道他去哪里了。But anyway， 那个呢，我们为了台湾这一次的金钻凤梨出了一系列的商品，那这是我们一款下定限量的那个凤梨绵绵冰，那里面的话呢都是由最纯真的台湾金钻凤梨所制的，那希望在这边大家可以给我们投下神圣的一票，动算啦。大家好，我是功能派的友香 Raymond， 这是古早味凤梨冰茶，这个制造过程是我阿妈全程教我，然后我们去花了时间去酿制的，然后我们是用鲜草糖，然后再来用台湾金钻凤梨去熬成的，熬了一个小时多，然后把它的汁熬出来，它很有凤梨味哦。现在这个在友香台湾料理跟友香轻食店都买得到哦，你们快快尝试哦，投我们一票，谢谢。大家好，我是空中派米茶掌门人 Ryan。这是我们米茶特调凤梨梅子奶盖独家特调，梅子奶香加上凤梨特有清新酸甜口感，迎来夏天的滋味。真的很好喝，我在米茶等你哦。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名叫周贺家，我们现在推出新的饮料产品，叫做金钻凤梨撞奶。金钻凤梨撞奶是由金钻凤梨切成小丁状，然后搭配黑糖熬制而成，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青睐，请投我们一票，谢谢。Hello， 大家好，这边是华山派金源牛肉面，我是这边的负责人 Quina。 我们为了这一次的主题呢，我们专门推出了金钻凤梨芝芝冰，它是搭配我们的金钻新鲜凤梨，还有四季春茶，再搭配浓浓的奶盖，让你整个夏天清爽回味。好啦，不多说啦，希望你们来金源尝试我们的凤梨芝芝冰，然后投票给我们哦，谢谢。Hello， 大家好，这边是武当派蜜食，我们现在推出限定的金钻凤美眉。那它这杯饮料，它是我们特别用凤梨果冻做基底，然后再搭配草莓牛奶，再跟凤梨冰沙去做结合的一杯特色饮料。那它的口味非常的独特，非常有夏天的味道，真的很好喝。麻烦大家记得投我们，然后金钻凤美眉在蜜食这边等你哦。Hello， 大家好，我是峨眉派卡梅拉 Tea and Coffee 的掌门人。我们一共两个掌门，一个在里面，然后是男的，他是唯一一个峨眉派男生这样子。然后，这一杯我要来介绍，今天这一杯是凤梨之傲娇江湖外传。它为什么凤梨傲娇呢？因为凤梨外面就是很多刺嘛，硬硬的壳嘛，然后但其实里面它是酸酸甜甜又很多汁的，我觉得蛮适合傲娇这个字。那其实它又叫江湖外传，因为我觉得它是台湾凤梨来到温哥华，已经到了国外了，所以就是叫它江湖外传。那这杯 口感就是酸酸甜甜，然后有点 mint， 里面还有一些小小的 secret 在里面，
那我其实公开也没关系的，里面有一点点养乐多，然后有一点点那个日本的水蜜桃清茶，然后还有一点点苏打的泡沫口感，所以喝起来非常清爽。那所以你们都没有喝过，一定要投我们峨眉派卡梅利亚的这一杯，真的男生女生都会爱，尤其是太太小姐们非常喜欢。大家好，我是丐帮蒙甲鸡排，我们为这次活动推出了香钻凤茶，这个特色是我们独家蜜酿的金钻凤梨果肉，加上我们的百香茉莉绿茶做基底，让你可以吃到完整的凤梨果肉，搭配这个野果来增加层次感。希望大家可以来蒙甲试看看我们这一款。Ken哥，我完成任务喽！你看我的肚子有没有跟你一样越来越大了、啊？今天我超满足的，因为我在一天之内去了八个地方，看看八大门派都在卖些什么冰品跟饮品。那我跟你们说，真的都超好喝的，也超好吃的。那借由这个机会呢，我也去采访了每个商家，看看他们在疫情之中碰到了一些什么挑战。我们就来听听看他们怎么说吧。关闭，然后我们一下就少了很多客人，所以我们就有做一些活动，我们会在各个平台 Facebook、Instagram 或者是微信公众号上面会做各种我们属于商家自己的活动。像现在这一次杀档的话呢，我们就是专门推出了外带九折之外，我们还会有一个满25块送小杯饮料这样的活动可以累积，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对，最主要的客人就是答应的，都来尝试我们的台湾的味道。对，因为我们做的食物就是比较传统一点，就比较靠台湾的。对，希望来多来捧场哦。毕竟这个疫情它是整个全球性的，那我们受到最大的影响当然就是我们的来客数没有像往年的这么的丰富。那也相对的，我们就是会尽量去一样保持我们应该惯有的作风，会把我们的产品的品质做到最好。那等于说是，即使客人他来的数量是稍微变少了一些，但我们还是把我们的品质都是保持在最高的。像现在我们在的那个所在地，就是我们在 Pier 6新开的黑丸。那我们五月会做一个凤梨季，我们目前有4家分店，那就请大家来多多加油。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人流量又变少了，然后大家尽量都不会出门，所以我们来尝试的人就很少，加上富库现在政府有规定说不能尝试，所以多多少少都还是会有影响。希望就是大家可以来尝尝看我们的蒙甲鸡排啊，因为我们都是现点现炸，所以希望就是大家可以先打电话来预约，这样来这边等候的时间也不会太久。我觉得很大挑战就是客人都不敢出现，所以就很多客源就流失掉，那我们就想办法再去把客人挖回来。然后再来就是大家都很害怕，包括工作人员都很害怕回来上班，所以必须要把工作场所做得很安全，不然的话员工也不敢回来上班，这是最大挑战。然后还有一个挑战就是我们有碰到客人不想要戴口罩，然后我们会尽量跟他解释说戴口罩很重要，只要大家保持距离，多注意一下旁边的环境，你还是可以去买外带，或是提早打个电话就拿外带，这样你也很安全，然后也可以帮助商家可以继续支撑下去，这就是很好的方法。像我们去年生意还算可以，可是今年疫情更严重了嘛，所以但是多掏一点钱来这边吃饭。我们官网蛮多我们出了新菜，而且价格还行，然后分量蛮多的，对，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捧捧场。像现在政府不能开放堂食，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转型成外带。那我们在外带这边推出很多优惠，包括了我们自己店里的取餐电话，然后透过官网下单，或者是你住的比较远的话，要透过我们的平台，像 Uber 啊、DoorDash 啊、饭团这些，我们在上面都有很多优惠。像现在店内自取的话，如果打电话都是打8折。对，那如果说有些网络上的活动的话，甚至打到75折。那像 Uber 的话，它有买一送一的活动，饭团是打8折，所以真的是囊括了所有的平台，所有的优惠，通通都要给觅食的忠实的朋友们。那当然就是透过实际行动来证明啊，我们现在有这么多的管道可以来享受我们的美食，所以就希望大家多多用行动来支持我们，这些都是可以直接帮助到我们的地方。Hello， 大家好，我们这里是波赫家。希望能够得到大家的信赖，谢谢大家支持，谢谢。哦，原来是这样啊！对啊 ，Ken 哥，
所以啊，我们是不是都要去多多支持我们的商家啊？那我们也呼吁我们的所有的消费者呢，要多多去利用商家的像外卖啊，然后是线上点餐系统去支持我们的商家。那这次我们除了支持商家之外呢，我们也来支持台湾金钻凤梨哦。所以看完上述的影片，有没有觉得很心动啊？那我要提醒各位哦，这个活动只有到5月31日为止，所以你们要赶快去你喜欢的店家去买他们的冰品饮品。那记得呢，买完很重要了，要进行投票哦。去哪里投票呢？第一个呢是到我们的温哥华的台湾爸爸脸书粉丝团，第二个呢是去我是台湾人我住温哥华的脸书粉丝团投票哦。也可以在我们的 YouTube 频道下面留言分享你的感受。那我们这一集的加油吧大叔就要结束咯，颗颗金钻，杯杯金赞，赞哦赞哦赞。哎，小 Ken 你要吃草莓吗？酸酸甜甜的哦。哎，吃草莓咯、好好吃哦。干不好哩，你会不会有感情一点啊？好，OK，再一次，干不好哩。我住温哥华的脸书，我是台湾人的脸书。我是台湾人，我住温哥华的脸书粉丝团投票哦。最后一种、